绿翠来了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蒜师叔，很多朋友让我做个酱驴肉，今天花800买了条大驴腿，我们今天做个酱驴腿吃。今天这驴腿还是带皮的，现在先给它封盖一下。这驴是今天刚宰的，肉都还很新鲜，把这骨头先给它剔下。看一下，一个驴腿满满的一块肉，冷水下锅，先给它焯个水。准备点葱姜，下入葱姜，多倒点料酒。把这胡沫沫给撇一下，洗漱好了，把它捞出来。用流水把粘到上面的胡沫给冲洗一下。往里面倒油，把芡炒一下。把葱姜爆香，下入一碗黄豆酱，把鲜味炒出来。做酱驴肉炒酱是非常重要的。准备的前料有鲜叶、陈皮、白芷、桂皮、八角、炒果、花椒，再下入适量的干辣椒增香，加一碗花椒酒，稀释一下酱料，加入一碗芥油，再加些老抽，加入足够的盐，炒到酱料起泡的时候出锅，把煮肉的锅再放上，驴腿再次下锅。炒好的酱倒进去，加冰糖，合味增量，加一碗二锅头去腥提香，大火烧开，慢炖三小时。这煎驴腿冲着鼻子香味就上来了，看一下那么肉已经差不多了，再给它过炖一会入味。来嘛，我们的煎驴腿在连煮带焖三个小时了，出锅。这带皮驴肉看起来太美了，刚出锅的酱驴肉太烫了，我们晾一会再切，先去啃个骨头。酱香入味啊，够爽，腌的差不多了，把煎驴肉切片，
我太米了，先吃一块。太香了。准备点花生米，辣子盐葱放上去，先干杯，干杯。不是啥种人，很就算格外的强，格外的强。我没吃牛肉呢。你嚼劲熬好。再来一遍。够嫩够香。这是真正的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啊。就跟小日瓜，咱们也是在施工期也可能了。这跟牛肉吃的挺好的。这煎牛肉算是真正的好乡情菜。来，干一杯。